好，我们今天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呢，叫做《伊苏六》。纳比斯丁的方舟啊，高人气，高人气。我今天查那个伊苏六的时候，它已经变成那个热门，最热门的这个搜寻了。哦，那现在已经在这个 Apple Store 呢，以及这个Google Play 的那个商店呢，都可以下载到。你也可以用我的连结打惊叹号工商，会有一个日本国民 RPG 神作伊苏六纳比斯丁的方舟，好，手游化，那下载呢就可以领到这一个莉莉亚。我先用游客账号。我们从头开始玩，看一下战士的话，看一下战士。战士的核心技能有这个烈风剑、这个电光石火跟这个猛虎落。我们看一下骑士，好，因为我自己的角色就是选战士，我们待会等级高就是选战士，所以我们待会先选一个其他的再来看一下。骑士就比较偏向是防护啦，狂战士，输出类型的。魔術の力、見てみたい？扇形方向的伤害，然后魔法水晶，来看一下冰魔法冰法师，可以也蛮漂亮的，可以召唤冰霜巨龙，好狠，火法师，如果有魔法水晶的话，会伤害范围翻倍，伤害三倍，感觉输出要选这个哎。拿连击点，有几率额外攻击，额外拿连击，这个感觉是运气要好的人才能玩啊！这是海贼吗？啊会！快速拔枪射击，获得连击点，会连击一段时间释放手枪伤害，翻滚后的手枪降低敌人移动速度，这感觉是风筝别人的，风筝别人的。忍者。一片手里剑获得连击点，然后隐身状态，破除隐身获得刺杀状态，伤害大幅增加。最后，游侠可以多重射击，补血耗魔连续释放哦，感觉是这个自己自打自补啊。消耗魔力补血，风行者呢？哦，你这好正哦，可以的吧？给过了吧？剑雨13次还可以补血，大家请进来我的剑雨里面，来我们就选风行者。蓝猫猫进入游戏，艾伦斯特传说集。哎，不对啊，他留长头发怎么那么帅啊，我留长头发怎么看起来，我留长头发我走到哪里别人说你赶快去剪头发好不好，因为你不可爱啊，太狠了吧。哎，我真的战士我觉得很强哎，感觉练功这支很强哎，你看。哎，躲一下好了，看亚特鲁不躲会怎么样，亚特鲁不躲怎么样都没发生，亚特鲁太强了吧。真正获得神的力量的是亚特鲁吧。你看我这个战士有没有，他可以连放三次抢伤害有没有，连放三下，还敢嘴硬啊！啊！完蛋，没躲招。夢の中で苦しんでいたようですけど。好险，只是梦一场。族长の王者を務める。好壮，这个族长不能惹。本来还想说想要摸摸一下奥路哈的这一个尾巴，我现在我怕我摸了我待会就是掉头行动。不是，他这么他体态这么的壮，他讲不讲理都没差，真的相信我。奥路哈，大丈夫か？私の母は先代のその母と父は十年前にこの地で我们去找适合的礼物吧。来了，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这游戏你可以跟 NPC 进行一些对话，跟这个有趣的一些设计在这里面，就是他会要你想办法说服他，现在谁非常的需要他，现在我人都到了这个小女孩面前了，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肯定就是我非常的需要他，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孩子还是善良的好孩子，善良的孩子能不能把这根笛子送给我还是卖给我，怎么办呢，这里要选择什么，不然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足够善良，我们要相信孩子，足够善良的人就愿意送给我，
我们不要说就是啊，只接受他的好意，未来有机会我们一定回报，好不好？一定回报，一定回报。说服成功。来送你精美的笛子。可以，有没有看到？没有骗走人家笛子，聊天室不要这样子，不然我们在下那个 YT 下面留言，觉得我这波操作是骗走人家笛子的人，打个一；觉得我未来一定会回报马福的，好，打个二，好不好？好，但在这边呢，好，我们要先换一个，我已经把等级给练起来的这一个账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练呢，懒猫猫呢成功的长大，变成了25级，变成了懒猫。这游戏里面有一个魂卡的这一个设计，如果呢你有手厨，不管你厨值多少，只要你厨值任意金额呢，你都可以获得这一个极品的这个魂卡，带着走我们金色的魂卡伊莎，而且它会连送3天，第二天呢能够拿到我们的称号，第三天呢再给你碎片以及我们这一个超漂亮的这一个造型，有没有看到？那它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还有很多的设计，包含像是团队的副本等等的。那我们先打一下这个主线的副本的主线的这个任务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我现在战斗。这游戏呢当然呢也能够进行这一个 auto， 那你角色呢会有魂卡，刚刚我们不都说你有魂卡吗？有一些魂卡会有技能，我刚释放就是魂卡的技能。这边呢刚好呢我们都拿了26级呢就可以去开启这一个所谓的茶馆的这一个功能了。没错，在这个游戏里面呢你可以跟你喜欢的角色互动。綺麗なお花。我把鲜花送给奥露花。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友好度，亚特鲁呢还有一个信件给我们了，看一下，获得了一张魂卡给我，没问题。この手紙が届いているのなら、他寄给我一些必需品，90万银币，有点多。有没有看到？我刚刚就有说了，我们一定会回报他，欠了他一个笛子，所以呢，我们要还他一个他最喜欢的。蓝金吊坠，欠笛子就还笛子好吗？不是，笛子他就是不要，所以他才给我们。我们要还的是恩情。听一下他的对话。马夫有特别喜欢的东西吗？小兔子玩偶。好，刚刚那个在 YT 底下跟在聊天室打一的人，看好，我大男人懒猫有恩必还。听说我们的马夫呢最喜欢兔子玩偶。所以呢我决定呢让他赶快了解大人的世界，所以我送他一个冒险手册。我知道他现在年纪还小，他可能看了我们这些大人一直在这边冒险，未来他想要成为冒险家，所以为了这个我已经替他想好了，兔子玩偶不能说想要就能够拿到，我们要给他冒险手册，让他能够自立自强，未来呢啊靠自己的手获得兔子玩偶。在抽卡之前呢，我们来玩一下那个冒险里面的装备试炼。リバルト、精霊たちの力を。我伤害有点追不上哎，第一名好强啊！主播是不是偷懒？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レプケン，我被绑住了，动不了啊！オラタ、ハクザ、ナギハラ。哇，这个第一名战力有点高啊，太强了，跟不太上了。没，这边的话就展示我们的技能，我们要把这个猎风剑再升级一下。盖修黄金级，来打 BOSS， 转刃，哇哇哇哇哇哇哇，躲开躲开躲开，よけてみな、逃がさない、よけてみな，有没有我这个走位？とどめだ。痛！没有，刚好刚好跟他刚刚好的时间倒下。讲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想要看一下抽卡了？看不到这个地拉好不好？看不到地拉，来十连，点击。
红色星辰跟金色星辰，用来洗练魂卡用的道具。再来，再来。今天大玩抽怎么样？有没有人知道大玩抽怎么样？好想知道。十抽地拉，真的假的？你说大玩有出，真的假的？真的。啊，我怎么没出？因为我是仙轮，所以没出。太狠了吧！你们不能这样子哎。来了，有料。好，那这个游戏呢，跟各位再讲一下，这个游戏叫做伊苏六纳比斯丁的方舟。那现在预约突破200万，现在下载就送这一个紫色的莉蒂亚。哦，我是懒猫啊，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最初的冒险。